我和安杰比，谁更美？一鸣哥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老巫婆给的工作真是干都干不完。你今晚跟我回甜蜜小屋的话，晚上我有惊喜给你。你等一会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，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聊。十月，你先别说话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。我，你都不问问我给你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吗？什么惊喜啊？别急嘛，一鸣哥，你都不说想我。想？这个回答我满意，那给你点奖。一鸣哥，我现在在你的办公室，坐在你的椅子上，这里都是你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十月，十月，你别这样行吗？鸣哥，我美吗？我和安杰比，谁更美？一鸣哥，你是爱安杰多一些，还是爱我多一些？那还用说吗？我安静。啊！这个时间，你怎么会在公司啊？没想到在公司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画面。安姐，你总是这么严肃的表情，很难看的。其实啊，刚才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就因为这里是严肃的场所，所以才好玩啊。安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。现在这个男人还是我的合法丈夫，你是觉得更刺激吗？是啊，安安姐，你不能为一鸣哥做的
天因为你代劳啊。十月，你别乱说话。你抬头看看那儿，那儿有监控器，24小时记录的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我得让全公司人都看看。啊啊！你千万别这么做啊！你冷静一点。站住！你别走！啊！哟，大晚上在办公室穿成这样，勾引谁呢？我愿意穿成这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这个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礼义廉耻，你懂吗？我们姐妹聊天，跟你外人有什么关系？你勾引的男人是我哥，这是我嫂子，我最好的姐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才是那个外人。我就是外人，一鸣哥只爱我。像你这种脑子有病的女人，男人说完就跑了，拎不清啊！你才有病了，全世界都有病，我没病。哎，别闹了。这是一鸣的行李，麻烦你交给他。